搬家露营，我第一次听，就是把家给搬到露营的地方。就是可以说他喜欢把很多东西，然后特别多东西，然后他喜欢把很多东西，然后特别多东西，然后房车。泰国会做哪个菜比较多？我不会做饭，我不会做饭，我只是不会做饭。那你这锅碗瓢盆是给谁使用呀？吃一些简单的，不会做饭，简单一点的食物，对不对？那酱、牛肉八个，豆腐脑，肉夹馍。哎呦妈！